我这就过去揍你啊！一，啊！一般这个时候他就过来了。啊，一般数到二我就过去了，从来不会给他机会数到三的。你给我扭坏了！对不起。It's dream. 谢谢你的祝福，我们一定会长长久久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哥每次想要骂我的时候 ，Hello 伯舅，哎伯舅伯舅，你知道吗？每次我哥想要骂我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都是怎么化解的吗？你哭，也不只是哭，来一个大嘴哭。不是，咱妈，我是从咱妈那里吸取到了经验。咱妈真的？咱妈什么时候？咱妈的育儿经验。不是，你们还私下聊天啊？这个哎，今天我妈跟你说啥了？哎，这个你别管。今天我妈跟你说啥了？哎呀，我和妈聊天，你问什么？我给你们讲，就是因为我哥从小是没有挨过骂的孩子。这算不算对我不好？他打我？不是的，我们俩之间做什么，就夫妻之间小情趣，大家。就是、你继续吧。就是。咱妈说啥？我哥是从小是没有挨过骂的孩子，真的没有挨过骂，没有挨过骂，没有挨过打，就是爸妈就是很宠爱，然后也会教育得很好，然后我哥他就说他会把我当儿子，然后当宝贝一样。你知道儿子好像是那个。就养只猫叫蛾子，蛾子，蛾子的意思就是儿子。我上次看过蛾子长什么样，长得好霸气，真的吗？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它能有我霸气吗？你叫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就是，然后我哥每天骂我说，我说哥，我说你看，你觉得咱妈是不是好妈妈？然后我哥说，对，咱妈是好妈妈。我说哥，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好父亲吗？然后我哥说，我也是一个好父亲。那你觉得咱妈从小骂过你吗？然后我哥，没有，妈从小不会骂孩子，也不会打孩子，都会是讲道理，都会是教育。我说，那你平时就是我如果做错事情了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讲道理，而不是会骂我，也不会动手打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哥说，是的，我应该要反思。就那天跟我聊天，聊的我深刻怀疑，我是被溺爱长大的。那我跟你聊的对不对？不是 ，Hello， 仙儿来了。嗨，仙儿。因为他真的跟我聊的，我真的觉得我就是被溺爱长大的，因为他，哎呀，真的不，我不想说了。但后来我真的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，我就觉得我是被溺爱长大的。我们可以很公正的去说。爸妈是一个很会教育孩子的父母，因为他们从小不会打你骂你，就给你讲道理。当然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有龙傲天晚安，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。拜拜龙傲天。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，从小不打你不骂你 也能说明他们是对你是一种溺爱，对吗？因为他们会惯着你做任何事情。那天我接着跟他聊完以后，我就去找我唯一出柜的那个女生，那个从小长到大的那个女生，我说我是被溺爱长大的吗？他都说你咋的了？你为什么会问这个？就是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懂事吗？因为揍你。虽然我从小被保护得很好，就是没有进入过社会，但是我父母从小对我很严厉。我可能就不会像你那样。橘子爸晚安，拜拜，橘子爸。对不起啊，弹幕刷的有点快，我们可能看不到，抱歉吧。缘分天空也要睡了吗？缘分天空 ，Hello， 缘分天空。你能给大家表演一个涂口红吗？我觉得星星涂的特别好。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吧。不是，你能来个慢的吗？一秒涂口红。哇、哦，慢的，慢的。慢的，我觉得慢的涂不好，就是快一点可以涂好。你这你就不会了。你干嘛？对不起，油腻了一把。油腻了两分钟，对不起。这是突对不起，油腻了两分钟。
突如其来的骚差点闪了我的腰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油腻了一分，油腻了一分钟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就为什么要突如其来的骚？不行，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行，我不能输。对你还不就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行，我不能输，我要先弄一下我的头发，然后。傻孩子，我是不是赢了？赢了，赢了。